美国对我们中国探月这个计划啊，还有这个嫦娥号啊，还有这些所有的咱们的科学家发出警告了，说是嫦娥号不要碰这个美国当年阿波罗登月那块地方。当时我们这些科研人员和嫦娥号都表示困惑啊，你们那个地方在哪呢？有没有标记呀？我给整个月球都翻遍了，没看到你们登月的痕迹啊，你们也没有标记啊，哪是你们的呀？哎呀，然后美国这个就表示困惑了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登上去过吗？之后中国就发布了啊全月球的地图，没有任何一块地方是有美国痕迹的。美国打脸吧，美国现在困惑怎么回答咱们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怎么能怀疑美国造假呢？我怎么能怀疑美国呢？美国那肯定是真的。来看照片，这么多人都登上去了，看这帽子都摘了，呼吸新鲜空气呢。月球上空气新鲜吗？嗯，是不是老铁们？美国牛逼。